抢我国服程咬金妹的。你国服程咬金不知道程咬金天克吕布吗？他还说我抢他国服程咬金，他选出个吕布来打程咬金，他崩盘了，他抢二级了，看好怎么打这种抢二级的吕布啊，跟他换血。哟，挺会拉扯的这个人，没事，正常换血。好，残血了就走，就不要跟他打了啊，非常舒服。然后把这些兵线收了之后呢，再去打这只野怪。我又不怕你，那我就让你感受一下国服程咬金的压迫感。不怕我是吧？今天就让你害怕害怕我。但是有一个细节注意到没有，就是对面是蓝开的亚瑟打野，他蓝开证明他是抓我的，知道吧？所以看到老虎上来的时候，你记住亚瑟也上来了，所以你该怂的时候就怂。你又不是国服，我等一下再自爆我的名号好吧。我现在先跟他那个啥，让他先体验一下我的对线强度好吧。他现在不知道我是谁，他如果国服程咬金他肯定知道我的。我让他等一下啊，这波亚瑟在，所以不能打的。等会他对线发现不对劲了，知道吧？主要是刚好亚瑟，哎，没人了，没人了，直接，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，至少蹲我30秒，那我没办法，没关系，等他队友走的时候我再收拾他啊，队友帮他一波而已，小问题，先吃野怪，哟，装起来了是吧？等会打的就是你，知道吗？还装起来了，等会收拾的就是你，瞧好了，他队友这波不在啊。你还装起来了是吧？一v一必须给你上一颗啊！来啊，来啊 ！A 踩 A 二，哼，闪现落荒而逃，拿了个人头都打不过我，各位，他一杠零他都打不过我，被我打得落荒而逃。但是我这波没有大招啊！咦，这小乔。这小乔能不能留一下，再减速一下。哇，怎么就把霍武又杀了呀，大哥，这是在玩什么呀？坏了呀，这波没过去，主要是没有大招了，刚好打得太巧了，我打了吕布一波状态。 A 不打不打，小乔伤害还是比较高的。装起来了，对面的好爱装啊，非得给你们上一颗啊，一个个的瓜 A 往后走往后走。诶，我在草里你都能拍到我，哇，这波有点假呀，各位，隐藏视野都拍得到我啊。这波吕布应该回家了，亚瑟帮他一波。坏了，他不会真以为是他的实力强吧？没事，他会慢慢感受到我的强度的，因为现在我们的输出装还没有做出来，所以说现在伤害还比较低，知道吧？看样子想直接出黑切，哼，并且我想打爆你。国服程咬金是吧？哎，我先这样说，我的程咬金跟浪阳学的。他红 buff 刷新了，说明那个亚瑟又到了啊，他队友已经到了。这个亚瑟老爱蹲我了，我吃一堑长一智，我不会出去了。这亚瑟肯定在，假装开透视了，嘲讽他一下。哎，走了，他去中路了，去中路了，那我们就上。哇，这么高伤害的 ，A 趁机加速，看我细节。装起来，你在装什么呀？在装什么呀？今天不收拾你，先拿个双 buff。刚才闪现跑的不是你是吧？不是，你把我打塔下一回就装起来了，你看我这把怎么打捏他的啊？你装，臭小子，我让你装。不
不是挺能装吗？哎，不能这样说话啊！你怎么躺下了呀？我装，我靠！来，找死哟！闪现了，装什么？有实力没办法，他还先给我扣锅，那我就接，行不行？那我这把就给你杀穿，又上不去锅，他好像不知道我是谁，我直接就搂你，我上不去锅服。我打你这种国服跟闹着玩一样。如果国服都这么水的话，我宁愿不上。嘴浑身上下只有嘴是硬的。哎呀，这都给你咬住了，吹起来，没事，咱靠实力，咱不跟他打嘴炮啊，各位，咱靠实力。好多残血啊！我来了，踩 A 二 A A 二 A， 踩 A A， 快跑，快跑！对面物理输出也挺多的，我们合个反甲吧。我听到了回城的声音，谁在回城？哦，给我放障眼法呢。这个小乔现在没伤害了啊，因为我已经出魔抗了。上路谁敢守？没人敢守。把这个 buff 拉到槽里打，快火速打了，来了来了，全来了。哎呀，你还给我推出去！我就要抢。亚瑟从这边过来了，卡住亚瑟的位置，我尽量拦了啊，我尽量拦住了啊，因为亚瑟从下路清线，他肯定会从右侧过来的，所以我已经拦住他了。下路线鱼去带了，假装打不过，把他骗出来，踩 A 2 A 秒，伤害就是这么高。我就断定东皇没有大招，因为刚打完一波团，对不对？跳走，哎，这吕布真气呀，真气呀！看见我就想跳舞，真气呀！上，干他！拿个红不敢输出，他应该说的是射手啊，说的是射手。这波东皇有大了，但是我大招马上好。嘿，漂亮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上啊！这队友有点过于畏惧了呀。哇，兄弟们呐、啊，打得有点烂啊！我看他们哇，一下来两个，但是我不怕呀。A 二层 A。哎，再多来两个行不行啊？没水平啊，吕布。发起进攻。怎么被我一 v 二了呀？那好吧，错怪你了。那我赢了呀。快点抱一下，行行行，我是浪羊，跟个傻鸟一样抱抱抱。等一下来个不认识，尴不尴尬呀？没事儿，就是硬扛你东皇大招，开着大给你吸。抱抱抱，抱完了，抱完了还抱，咋抱啊？一波把东皇都死了。哎呦，这个法师这把怎么又这么菜啊？快了，被杀完了队友。
绕一下绕一下，他不知道我蹲在这里。小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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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盲猜一下，他不信。他如我就觉得他在吹牛逼呢，哪有那么多国服程咬金啊，一个区就十个，对不对？我猜他是吹牛逼呢，他应该不是国服程咬金，他觉得他能打爆我。但凡是一个国服程咬金，都选不出来吕布来打程咬金，知道吗？这波上不了，上不了，别急，准备抢龙，先抢龙。哎呀，被沉默了，坏了，这火舞不敢上了。单挑什么？我用吕布吗？500块钱一把，不赌博，不赌博。你要是想打的话，咱可以打，咱不赌钱。对面掉了两个，应该可以一波了吧？但是我这波没有复活节啊，踩 A 二 A 死，哎，伤害就这么高，拿下。哎，这个人真的是国服程咬金啊，各位，他没有吹牛啊。我先跟他拉个房间，好吧。